好，欢迎大家回到新的一集的 XCOM 传说铁人的攻略实录。那今天我们的总长在当酒保。Okay. 昨天有人提到说我可以多做一些 Battle Scanner， 反正我们现在有两个格子，但却没有东西可以装。但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我们可以来解剖 Faceless， 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们要让 Faceless 拖到可以瞬间研究好的话，要太久了。我们现在解剖在五天，其实哦。Commander.We've already dedicated. I am at a loss for words to describe the difficulties we have had in attempting to handle this creature. Affectionately, faceless 听起来真的不像 affectionately 那样的东西。Once we have something to report, I'll notify you. 解剖完无脸粘土人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制造。那等我们研究完再说吧。我们现在可以干嘛？我们现在无线电塔盖好，我们有这个莫名其妙得到的加权。我猜大概是我们的无线电塔只要超过两个以后，就会变成那个绿色格子，所以我们现在有三个无线电塔，所以就够了。所以那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先回 HQ 加速建造好了。我们的钱不是很多，但是那个花五天拿50块钱的太烂了。建造。Got an urgent communication coming in for you now, Commander.Your progress against the aliens over the past month has been significant. Okay, now,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If we are going to eliminate the aliens, 科博文的听起来越来越不满了，是。我们完全没有情报，一个情报都没有。可以去拿钱了，300多块。我们等等再拿，我们先盖东西好不好？在两天，我们再盖两天的建筑。Thanks, Commander. Yes. The new workshop will do just fine. Okay, 这是 workshop， 一个非常棒的建筑，它可以让我们的工程师一个当两个人用，因为他们可以在里面加班。Okay.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派我们的那个小精灵机器人去其他地方做事了，包括开挖新的领土。两台小机器人一起挖，所以你看，我们就放一个工程进去，然后我们就有两个小机器人可以用。那之后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升级，像我们可能现在就可以升级，现在升级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再派一个工程师进去，然后再放两个小精灵进去。我们还需要人在医院吗？我们有多少人暂时可以使用？我们有几乎都好了，不需要，我们速拔都快好了。OK， 那我们把这个。在 AWC 工作的工程师到这，OK， 那很快的，这两个开挖完以后，我们就会有额外的钱，然后就可以来盖无线电 Proving Ground， 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游戏的剧情。哎，我们需要领钱吗？我们其实不太需要领钱，我们继续再扫两天。I am sure you will find the results to be as intriguing as I. 粘土人解剖。I've often wondered how the aliens could conceive of such a being. Is there another world out there filled with these shape-shifting creatures, or are they merely another construct of alien genetic tampering? Okay,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叫做 Mimic Beacon 的东西，之前在板上说是信标。那这个东西呢？强大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为什么？因为外星人会不知道为什么全力冲去揍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丢掉。可以不要再插嘴吗？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丢到大马路中间，所有的外星人会不管一切的冲上去揍这个东西，产生那个诱饵。所以，等于我们如果走错一步，我们就丢一个这个，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其实做一个就够了，我有点想做两个，但我觉得一个就已经绰绰有余，所以呀， yeah, 一个就够。然后有人提到说再做一个 battle scan， 但我觉得有必要吗？30块其实很便宜了，不要。OK， 然后继续开挖，开挖完毕，126块和37个合金，太赚了。那这边需要盖无线电塔，然后你跟我说没有电，是不是？没关系，我们把一个工程师送来这里。哎，所以发电厂本身只产生3的电，但我们放人进去以后产生5的电，你看没？电力变20，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充足的电力可以做事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盖无线电。Resistance communications facility construction initiated。啊，只要11天，它要超快的。我们现在可以再继续扫描加速建造，然后再去领我们的钱。我们需要领钱吗？我们不缺钱，我们不需要领钱。我们继续扫等任务出来。I have made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discoveries, Commander. 但现在我们已经 解开外星人的密码，现在我们可以盖一个新的建筑叫 Shadow Chamber。这个就是基本上类似以前的 Gallop Chamber。盖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破解异形的密码，然后出任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敌人的数量和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剧情会在这里发生。然后我们需要情报，我们需要情报，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拿情报。我们来做一个 Mac Breakdown 好了。这个会解开我们升级我们小机器人的科技，但是我不确定那是试验之地做的，还是工还是一般的地工厂做的，还是我们要做这个？这个给我们情报，我们需要情报，老实讲。I'll see that work begins immediately, Commander. 虽然老实讲，现在这我们也可以做 Mutant Laptop、Mutant 的解剖、Mac Breakdown， 这两个都很有用。虽然 Mutant 的会让我们可以升级手榴弹，但是那个好像要试验之地才可以做。我们先做 ，Yeah Data Cache 这 OK 了，没关系。Working at the Advent Clinics, I saw a medical breakthrough that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What can I do for you, Commander? OK， 我们现在去拿钱，因为我觉得任务很快就出来，然后我们可以。Avenger plotting new course。我们会需要钱来买第二阶机关枪、刺龟机炮。OK， 化成计划是不是要满？哎，马苏巴也回复了。哦，快满了，怎么办？啊，这个月真的很和平，都没事，就让我们一直在那边少做这些事情。外星人有时候还是蛮好的。啊，这个月的任务出现了，我们要做情报的，我们要做给我们情报的，我不管奖励，不管会解除什么，我们要做情报那个。然后没有半个是给我们情报的。Protect the device， 工程师好不好？我们要奖励是工程师、科学家，或者是哦，工程师资源，或者是一个游侠士官，王仙。我觉得工程师，我看一下我们缺什么吧。我们可以再用一个工程师，对啊，我们可以再用一个工程师。我们可以再用一个工程师。老实讲，我想做最简单的那个，因为其实这三个奖励我觉得差不多，困难。普通，我们可以做这个吗？180，而且我们会，哎，这是一个未知的事件。另外两个事件其实还好了，一个是 resistance informant 加速反击时间，反击随便就反击会给你反。然后游侠不是游侠，讲说 viper 让敌人的攻击有毒属性，我们就不要被打到，就不会中毒了。我们就这个好了，天王行动 operation god king 摧毁外星人的一个标定器。的发报器，然后会阻止未知的外星人行动。哎，这是我们的小队吗？我天啊，超级多小精灵在乱飞的。哎 ，Mimic Vegan OP 装备，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不需要这么多这个。我们要想办法让李高。或者是Mazuba升级，来个游侠好了。嗯 ，Yeah， 来个游侠好了。手榴弹 ，Yep。那我可以再多带一个闪光弹。Mazuba 你是有保证伤害的，所以你可以带闪光弹。
然后我们再帮马叔把枪装一些东西啊，我们现在很多这些有的没有的。进阶瞄准器，扩充弹夹，它其实可以装扩充弹夹，你知道什么？因为它啊没有，它装自动装填，因为它有它之前甩那个 AWC 的时候直接解开保证伤害的技能，但是要花三颗子弹。它有自动装填的话会很好，这是最便宜的。Hair trigger， 我们现在其实有三个格子，要不你看看我们解开了这个周家拳后面的三个格子，所以这格子其实很多。我其实都已经不太确定要装什么。每个人都可以用瞄准器，每个人都可以用瞄准器，这倒是真的。但我们瞄准器是最少的。Hair trigger 好了，不要给他 Hair trigger， 给你个 Hair trigger 好了，那以后可以再给你自动装填。或者是抢夺，你不需要抢夺，你需要 hair trigger， 你也不需要，没有人需要 hair trigger， hair trigger 就有跟没有一样的垃圾。其实我干嘛装的，我应该把它都卖掉，我在想什么。那算了，不管了，出动吧，就这样。OK， 今天我们有 Operation God King 天王行动，我们的目标是要摧毁一个外星的发报器，然后可以阻止一个未知的黑暗事件，然后奖品是180多块，还 OK 啦。一个工程师或一个士官烂，但是 no OK。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北京，不过这里不是像上次的是很好区域，这边是贫民窟，北京的贫民窟。The communications relay is up ahead. Move in and destroy the target. Squad concealment active. OK。我们有逆中，我们有，我为什么不能动？为什么不能动？好 ，OK， OK， 很好，我们这里有二楼，然后这里也有一个高楼。你看，这是不是一座桥？一座路桥在这？这是一座路桥在这。所以我们很简单的老样子，把狙击手都弄到屋顶上，然后。就开战了。这个房子我根本还没上去就已经被轰烂了，是怎样？那很好，外星已经没有那个侦测引擎视线加权了。哎，跑这么远还没到敌人是非常不错的。那大家先全部双动到屋顶上去。哎，我现在已经确定安全了，我就可以一起双动。结果我们虽然一直想要养单走华盛顿，但最后会先上那个上位的，反而可能是我们的 support， 我们有两个，我们两个 specialist 可能会先上上位。Holy shit， 那什么？没有，我们有两种新的敌人出现。都很难缠，又怎么了？这个美兵窟看起来是随时要垮掉的样子。Anyways， 我们这有两种敌人，一种是 Shield Bearer 这个穿白色衣服的，然后一个是 Mutant 的军官 ，Mutant Centurion，Mutant 的百夫长。那这是我们装的 Mar 的加入，找麻烦的 Mar 加入。那这个基本上是他的能力比一般 Mutant 高，你看装甲的硬鞋比较多，然后。他可以 buff 附近的队友，那这 Shield Bearer 则是他，首先他看到他装甲很硬，然后血很多，然后很重要一点，然后他每一回一开始的时候会使用一个类似护盾波护盾的东西，然后给附近所有敌人加3点的护盾，护盾是额外血量，不是装甲。至少指挥官难度是这样，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在更难上去会变成什么恐怖的情况，我也不想要知道，因为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炸烂。实际上我们第一件事应该是丢一个闪光弹把他们控制住，这三只都有特殊能力，我都不想要他们放，所以闪光弹是个好主意。所以我们先把所有人都移到位置。很神奇的，他们看不到我们在这个建筑对面是怎样。那我觉得我一走过来，是不是这下面就会有敌人，然后就会触发，然后
不会啊，不会啊，不会，怎么会这样？不会这样啊，哈哈，怎么会这样 ？OK， 那不会。呀，这是我们可以发射三颗子弹，然后会造成100%伤害。哎，5到7耶，这个伤害比步枪高吗？还是没有？应该没有。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Mimic Beacon， 所以情况最糟的时候，我们可以丢一个诱饵出去，让他们去浪费时间打那诱饵。我看不到，我们可不可以站在这边来看到敌人？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站在这边来看到敌人吗？可以。OK， 所以我们就。Mazuba 丢闪光弹，郭奇 Overwatch， 然后再一个人 Overwatch，Slab Overwatch，Slab Overwatch， 那狙手射击，这样是好主意吗？狙手 Overwatch 啊，狙手 Overwatch， 这里不会被看到啊，他们不会冲过来打我们。OK， 所以那就。我们就这样打一波，应该给他们最大伤害。我希望他们激活打死其中 Shield Bearer 或者是 Milton。That's affirmative。嚯！嚯 ，Tom Snyder 丢闪光弹。哦，你也被看到了。OK， 那你这样也可以开火，你的准度还有64，不是很好，是这样。所以你丢闪光弹，然后 Mazuba Overwatch 或者 Mazuba 拿着信标待命，如果情况太糟的话，我们就丢信标出去。这样子，或者我们再等一回合，这样子这两个 Specialist 可以放保护，我们会有一些额外掩体。哎，不会，我们已经快到目标点了，我们不会需要侦查，我们到爬到这上面就到目标点了，所以我们让他们塞的六闪光，然后嘛剩下所有人射击，他们有88命中率，还不算太糟。来，我们4个射击跟一个闪光。我靠，你把整个房子砸烂了是怎样？要不要干掉 Stun Lancer 外的任何人 ？Shield Bearer 或 Milton 都可以。然后突然没人开枪，怎样？用到不行！我靠，我们的武器对他没有用，我们的武器对他没有用。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开枪 ？OK， good， good， 打死一只我讨厌的。嘿，弹珠好像升到那个少尉了，中尉了。中尉是不是就会解开他一个超猛的技能的等级？啊，剩下这个两个敌人都被控制住，他们什么都不能做。然后他自己跳下去，我看他在上面都有射击什么的。好、哦，他用那招，答案是三个，还是一样三个护盾？哦，你射不到了，别试了。OK， 我们现在要、我们要怎么样？他们好硬哦！我天啊，这硬到不行。我们只要开两枪，还打死一个 Stun Lancer， 然后我们如果先打死这个 Shield Bearer， 他的 Stun Lancer 的护盾就不见了。虽然我们还是大概要两枪还打死他，因为他的血就是这么多。Seems doable。我们先对 Shield Bearer 一次射击73%，然后可以希望打坏一些装甲。哎、欸，把他装甲打坏了。It hit the plate。但是没有受伤，因为他的护盾硬到扯。你要砍死他吗？哇，这血真的高的夸张呢。那昨晚你看到什么？你什么都看不到。你怎么老是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我总是把你放在什么都看不到的地方？我是有什么问题？ Finally， 你带弹手换阵下来，然后用手枪射击两次。没有 ，Lightning Hand 第一枪。
那个没有用，他装甲实在硬了。Win off the armor。我知道。来枪。哎、欸，这太硬了，这太硬了。Adjusting sights。啊，这要打很多枪还死。你可以去砍死他吗？你可不去砍死他？啊 ，Tom Snyder 又是那个砍人最弱的，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不把他打死的话，那个 Stun Lancer 下一回就冲上来揍我们。那我们可以，我们还有多少木？一个木，两个木，一二，我们还有三次射击机会。砍人是砍不死他，我们刀伤害太低，我们刀只有多少伤害？六，四到六，三枪射击还比较有机会。那怎样？我们在这里哦，他可以上来吗？他可能更不，哦，他可以上来，该死。干脆丢，再丢一颗算了。哎呀，再丢一颗闪光算了，虽然有点蠢，但是。I'll take a look.这一关就三个 part 了，三千颗闪光了，但我们就是活一台敌我没办法。骇客可以什么？哦，可以随机控制一个敌人呢、欸。哦，这很好，七十一趴这样，然后跟他做啊。Nice， 控制一个拥有敌人。啊、哦，不对，我不应该这样的，我们会触发。我答对，我们会控制到奇怪的东西，然后触发一堆敌人。哦，没有，我知道是打天使。OK， 太好了！哎、欸，我们可以集火打那个混蛋。It hit the plate. OK， 我们先让游侠去砍死他。为什么？因为我要这一回合移动。然后呢，如果情况太糟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丢诱饵，或者是保护？这是一个我没想象过的路线。那更加安全，那我们就趁这一回合还没有事情的时候移动吧。那我们可以用 Stun Lancer 去侦查和吸引炮火，完美。OK， 我们快到目标点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丢个 Battle Scanner 一定可以找到目标，但是我们先前进一点再丢。这里有 Full Cover 给我用吗？这里没有 Full Cover 给我用。Heading out。啊，这跟没前进一样。哎，丢在这吧，这里这一块应该就是会有敌人躲藏的地方。然后我猜对了。我看到三个东西。这里有一个 Mac， 一个 Shield Bearer 跟一个士兵。OK， 我们派我们新加入 XCOM 的老兄冲来揍他们。啊、哦，不行，太远了。没关系，我靠，他的蓝洞这么长是怎样？没关系，我们这一回合就出发门。我要让这个人去先吸收大量的伤害，然后。死前最好可以再扒某个敌人一下，比如说这个 Shield Bearer 一下。啊，但我们不能触发，因为我们触发这回合打不死他们。打不死他们的话，他就会开盾，然后就会很烦。我们的伤害又不够了。那我们先全部人到这个高架桥上待命，然后下一回就全部人前进射击这样。我们的很多武器需要装填。Roger that。那走不动。我们走到这上面看看可不可以看到敌人，好不好？其实我们不需要试。Let's do this。看不到。那我们就先下来。Here I come.
那个，我们下一回的出发点，我们先跑到这上面，我们可以跑上这上面，我们不行跑，我们啊，因为丹佐华盛顿很天才的，被我叫去挡住我们自己的路。其实我们不用前进很多，我们再前进个两三步就可以打到他们了。我们可能可以到这里，因为这里只有这个东西挡住，所以我们到这里未必会被发现，但不会被发现，不会被发现。那、我们到这里了。这。干！但等下自己冲过来，我们可以打他们了。哎、刚刚打我最想打的那一只。那你为什么打我们都打那么准，打点都打不到，是这样？虽然他可以吸收三次攻击啊，所以没关系。我们要不要丢个闪光下去？不用了，不用。还是先闪住他们嘛。闪光也不能控制他放那一招，所以没差。我靠，四个装甲是怎样？你为什么这么硬？他现在有要叛逃的意思，应该瞄准我们的方向，指出我们的位置。走去揍他！哦，你侧袭我了，怎么办？你为什么要侧袭我？哇哦！我还要更多，不要用那招好不好？你射他哦！啊不，我们死了，三人就死了，怎么会这样子？那很好，现在敌人的位置刚好排成，我们可以用榴弹炸了两只的位置。哦，其实一点都不好，因为他有护盾，所以其实我们炸他没屁用。我靠，这护盾真的太夸张了！然后再加上这么多装，四的装甲，四的装甲，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打。我们是武器，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我可以不打哈欠完成任务吗？我们去丢个闪光好了。刚好可以闪到所有人，我刚看到了。给我们丢这里可以闪到所有人。我们让郭琪前进，保护郭琪，丢闪光到这里，然后所有人开始射击两回合。因为这一回合打不完，他们太硬了，硬到骂脏话的地步。Whatever you say。或我们会直接把目标打爆，然后绕跑。不然我们需要奖品啊，不能一天到晚绕跑。这血量看了有点想吐，或者是马祖巴可以用黑外，我们可能可以操作这个机器，然后瘫痪它，然后就重蹈总长死掉的覆辙。我们现在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站太近。我们一站太近，这个 Mac 会用它的榴弹发射器，然后我们就会被炸翻。I'm going.我们需要消一些装甲，比如说炸这个，但是我记得好像要把护盾炸掉才会消装甲，所以这样可能没有用。但是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了，所以我要试试看。会还是可以消装甲？哦，没有，第二要炸坏护盾才会消装甲，所以没有用。哦，我天哪！但至少我们可以暴击他们其中一个。我们现在集火打掉护盾那一只。我们没有掩体可以用，这个掩体不是最好用。他可能直接跑过来，他被闪到，他应该跑不动。On your order。78，拜托。啊，我们现在没有时间 miss， 那惊人的血量，我们现在惊人的装甲。Still moving。我们没有电浆手弹，我真的眼睛有点不知道怎么打。他们这么硬是要怎么打？硬成这样是要怎么打？我正在想，我们干脆打死里面是 Super 算了，因为这个家伙是绝对打不死的。这一回我们的火力实在太低了。
我们可以再丢一颗手榴弹吗？不行。我们可以丢一颗手榴弹是了。那有屁用？那没什么用。我们先把 Advanced Super 打死好了。我真的很需要暴击。这样就少一个敌人。哇，这四个装太恶心了。他们该跑不掉去哪里吧？Oh shit！ 哦，才四而已，还好，我们的装甲可以抵挡这样的伤害。OK， 他跑不动了。你还被闪到了，不要装。啊，这太恶心了，我不知道。我们没时间了。Get to the relay and take it out ASAP。我们需要重机枪过来扫射一下，把他们的装甲扫掉，然后还要先赶快进去完成任务。甚至我们可以先完成任务，不会啊，三回合，我们已经在任务点上了，没差。I can handle that。OK， 拜托你射中，我们需要你消耗装甲。Yes, minimal damage. 哇，超多！我们有四个医护，我们可以补超多血。你可不可以直接把目标射爆？你不可以射爆。郭奇，你丢一个手榴弹下去好了。你从这里丢手榴弹下去，把他掩体炸掉，让那个单左华生都可以更好的伤害他。然后。我很担心我下去的时候这个就会绕过来，然后我们就会被打。我们让马祖巴下去，马祖巴那里，我们马祖巴用黑外 protocol 试试看，可有多少机会可以瘫痪这个机器人。现在我们应该还算容易可以瘫痪它，或我们可以丢一个 mimic beacon。 为什么刚不丢这个？我这在那边神着吗？啊，不行的话，我们就丢这个信标，然后就会让这游戏变简单模式。Let's take it. 哎，我看几率如何？几率是60%瘫痪，30%控制，还 OK 啦。但是60%失败的几率还是有。丢 beacon 好了。你们何不来射这个东西？这个很像敌人的东西，这看起来一脸是敌人的样子的东西，在你们后面，在这里，为什么不能丢？为什么不能丢？好，那马祖巴在你们后面，那敌人就会去打马祖巴这样。敌人去打这个信标的优先权非常高，来，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看到敌人不打信标，就算你把20根站把他整个围起来，他都会想办法去打他。他妈这该死的装甲炸了，我们可以炸更多人吗？不行。Frag out！ 但是手榴弹现在根本就跟没有用一样，我们一定要电浆手榴弹，不然根本就不用玩。他又开始觉得那个 Mimic Beacon 是白丢的了，感觉今天脑袋不大清楚。我们站在哪里，他都会跑过来揍我们，所以我们就太靠近他了。但他应该会去打那个信标啊，他会打信标，他会打信标，他无法抗拒，无法抗拒，不要指我，去打信标，不要
吓死我！不然他对波奇开枪。那这个超 OP 的，而且血很多，所以他马上就要不见了，这只会持续一回合。实际上这个好用到，我觉得我应该多带几个。还有谁没升级？那主要是升级了 ，Storm Snyder 还没升级 ，Mazuba 还没升级，我们要让 Mazuba 升级。哎，这个任务还蛮简单的，我们这样应该就结束了。随便派几个人过来扫射一下目标就结束了。你为什么要看不到目标？是这样 ？No problem, boss.差一点点，再来一发。再扫描我们四周一个很大范围，看看有没有敌人。答案是没有。好、哦，找到了这。我们这里又有一个 mutant 跟两个看不见的 advanced trooper 吧，从这个距离看起来。那我们现在单左移到这边。Miracle。那么这我们现在可以靠近这个房子不被发现。Got it。马上后悔。OK， 没有。Good to go。啊！为什么？你这混蛋！为什么你在这里看得到他，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看不到他？我真的被这游戏气死呢！最糟的是他们可以丢手榴弹过来，然后就把我们整个人全部炸翻。还喷毒气，太好了 ！Oh my god， 这妈气！为什么我要急？一急就会有人受伤，一急就有人死掉，一急人就会吃手榴弹，那个有没有被炸飞了？那你射吗？猪吧，你奇怪呢？你前面有人给你射，你不射？被贯穿两面墙打到我是怎样？啊 ，fuck！ 你不是应该缠绕我之类的吗？还是你算了？啊，你说算了？哎，我们要被缠了。啊，这不是最糟的，你知道吗？因为他至少浪费了两个人的回合。然后丢一个闪光弹，把这个全部的东西都给我弄掉。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个榴弹把掩体炸毁。我们可以炸到很多东西吗？我们不行。其实这个榴弹也算你可以弄到一个很神奇的格子，是只会炸到外星人，不会炸到自己人的。但是它弄很久，所以算了。那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源。我们一个狙手，一个人被缠住。你可以做什么？可以保证伤害。你可以保护，然后保证伤害。你可以发射榴弹，你可以把门关起来。这个门是玻璃门吗？这门不是玻璃门，那可能看不到我们了。哦，他还是看得到我们。啊，没有，这是因为我们会自动免费开门射击，所以这不算。我们可以先炸回他掩体，然后炸伤他，然后。算了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CD 血我们应该需要可能两个射击，那我们用一个闪光弹控制住他们，这边人应该就安全。谁有闪光弹？我书包没有闪光弹，闪光弹又在站在超后面身上，太好了。然后玩不到他。Here, catch. Tom Snyder 的情况不急啊，那个伤很低，233的这样弄他不会死，但是他就要躺很久医院，所以，看就是搞砸了一整场，然后好的就被我搞砸，气死我！我们真的需要丢闪光弹吗？我们有必要吗 ？Tom Snyder 被缠住不会死，又不会死，不会死。你可以到这里。
这里发射，这里还看不看到他？这里看不到他，你到这里耶，他一定会丢手榴弹，我们不可以再挤在一起。No problem, boss.哇，一个超大敌人在马路中间，你反而射不到，你到底有什么问题？Deflection， 他死了还 deflection 呢、欸？哎 ，Mazuba 的保证伤害直接把他轰飞了。呀、yeah ，我们用这个，我们来用一下这个看看。我们到现在还没看过这一招。哦，没什么特别，我还会跑什么特别动画，比如说射特别多发之类，今天也没有，有点失望。爆头，爆头。爆头，耶、yeah! ！OK， 最后一只就把狙掉。那你被捆绑住了，你。No problem, boss. 救人喽！哇，这样没死哦。他血是不是特别长啊？这样子要升级了吧？没有，你没有掉包。OK， 不是很好啦，但至少只有那个，至少只有一个人受伤，他两个人受伤，是谁受伤？哦。那个马苏巴中弹哦，至少一个人升级，我记得，哎、yep, ，马苏巴升级，哦，然后我们还解开了新的能力，又解开 Vigilant， 就是双动后会免费 Overwatch。我不确定这个 Overwatch 是狙击枪 Overwatch 还是手枪 Overwatch， 我记得是手枪 Overwatch， 所以没有，大家可能一开始想象那么好，但是有总比没有好，至少他落单在后面的时候可以赶快冲到前线，然后又帮忙补枪。OK， 然后我们可以点 Quick Draw 或者是 Death from Above， 但主要是那是我们的狙击手，所以还要点这个。这个 Death from Above 是你只要在高速对敌人开枪，用狙击枪开枪的话，打死敌人吗？是要打死敌人吗？啊、哦，没有，只要射击。那、按错。哎，你在高速射击敌人的话，只会消耗一个行动点数。所以比如说你在高速打死一个以后，你可以这样手枪射击，所以这样运气好的话，有时候你或者是射击后移动，或者射击后丢闪光弹，所以很有用。虽然老实讲，我其实没有看到他剑触发太多次，但是偶尔会触发，还算有用。更多四 D 一、四 D 二，这个 Shield Bearer 真气死我！我们要想未来要怎么对付这种鬼东西，那个装甲太硬了。Hello, Commander.Rural checkpoint， 哦，太好了！我们阻止的事件是会让我们的那个收入减半的收的那个事件，这个是现在很严重，我们现在收入很已经比较高了，会让我们损失多少钱？会让我们损失150块、160块。呀、yeah, ，虽然不错。虽然现在敌人就会有 Viper round， 但是也没关系啊。然后我们还是完全没有任何情报，嗯。不过。因、yeah, 为不过这一集就，哦，我们可以花5天去拿50多的情报了，太好了。虽然我说我们拿的情报很烂，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我们真的很缺情报，我们缺情报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不过这一集就先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